最难制作，是最困难的了哈，难度最高的。啊、因为它有那个力跟那个美要一起结合。雕刻在里面嘛，哈。对，雕刻在里面。你看他的肌肉纹理呀、啊，脸上的表情啊，动态的，还有飞起来的衣服啊，这些他都要呈现出来。尤其像这些名画哦，这些雕刻都是从名画里面走出来的立体的一个作品，所以他必须要忠于原作，但是又要有自己的创意在里面，把它发挥得更淋漓尽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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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